包浆。哇，舒服。等会儿。包浆。包浆。啊？包浆。包浆。啊！不是他这个太夸张了。他是，你看我跟你们说，他是怎么个事儿？他这个应该有框，他第一时间锁的是那个石头人，不是这个红 buff， 紧接着又锁了卡兹克。就是他鼠标动了一下，是因为他自己右键点了一个地方，他右键点了个地方，你看到没有？所以他鼠标滑了一下，然后就他鼠标已经拽过去了，然后他又点右键点一下又给拽回来了。收益太高了。那不对呀、啊，他是要摁什么才能开吗 ？Nice。哎。啊。就是他这个时候都很正常啊，怎么我看啊，他这个都很正常啊，他还正常补刀呢，他也不锁人啊，这个这个我觉得哎 nice， 他这个出问题了，他这个时候就出问题了，他之前都没问题，这个时候出问题了，这他妈干啥呢兄弟，这个是啊，这都没问题，我觉得到这都没什么问题，这开大也没问题。nice， 这是啥呀？他这鼠标啊？这他妈 UP 主也是个二逼兄弟，你没找到关键的地方。这都不关键，这个石头把人击飞起来跟技能很正常，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，鼠标跟着上去跟技能，因为他击飞的位置不够高，这个很正常，这个我都能做到，后续那个我做不到，就这样我做不到，我操，有意思，我 Q 了呀，送给咱们的六六小月亮，谢谢老板。为什么鼠标一直，他为什么鼠标一直乱窜啊？他的鼠标，我们的鼠标不都是这样的吗？他的鼠标是他妈的一直瞬移的那种。我们的鼠标不是能看到鼠标在动吗？就这种在滑吗？他的鼠标他妈一直在瞬移，我操！这其实都还好，这个都没什么事，我觉得这都是正常的。进度出大礼魔刀吗？鼠标一直在飞，而且我有一个很费解的一件事情啊，兄弟，他玩石头人，他这个像是一个锁鼠标的那种，像是个锁鼠标的那种东西，他玩石头人，他锁鼠标干嘛呀？